歉，你这地方顶不住啦。我就往前面走。等等等等，别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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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打不中，我操！天哪！那我在这边，准备上喽。前面打回去，把前面打回去。前面的很侧面打，侧面有只怪物。后退后退，终极枪靠近。这边侧面有只怪。即将死，别打有的就放，有的就放。哎，被卡了。没子弹了，真是。没事了，没子弹了。Checkpoint， 换射杖，又是换射杖，各种换射杖，换射杖。不是他说，上面要先点掉一个狙呀、啊。掉一颗，出来了，出来了，撤撤撤！喂喂喂喂，操操操操！妈疼的！
没人了吗？不是没人了。不晓得。不个子弹呐，不个子弹，不个子弹。哎。Captain, they're breaking through the tunnel. They're shooting everyone inside. Jesus, it's like getting swarmed by locusts. Don't let them through.这你都在下面打、哦，你在上面打。我当然最后还是要上去的嘛。上面更有优势。打不了的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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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他瞬移，怎么办？啊，他倒打不了的包。你注意位置啊，你要很危险哦。不动，好像必须得动，而且非要在那个地方。嘿，这个位置是好，我完全看不到的，看到头了。跳下去哦！看到。这个，啊，这个地方又，角度不够，跑到背后去，不知道他要干，再等我再说。
贵的。能爬来，能爬来吗？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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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攻击枪已经疯掉了，又进又出，又进又出，一两秒把你了。我靠！但我不知道他的这种行为是个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他这个程序是怎么写，就是要智能到如何程度，他会在两个眼一个掩体中从左躲到右，都想看嘛，我想狙击的很烈。哇，没子弹，狙击，哎呦，果然，用狙，把你的暗黑掏出来，我都没有子弹了，完全没子弹。糟糕，那我去后面捡，可以吗？可以啊，捡啊捡啊捡，没问题。理论上我应该是死。去后面的那个捡捡。理论上。后面有个检查点是有子弹。现在的门口啊，那个前面那个通道过去。为什么他火烧一点都不受影响？用全照灯照我，你照我，我在，照我，我在，哟，照我。Captain Benitez, this is Fei Lau. We are division agents. 单位输出就靠你了，那两只。要考虑一下这个厂子该怎么控啊。They're trying to get out come hell or high water. If those bombs go off, you know which one we're gonna get. 冲锋枪五千米，七千九的伤害有点低。我走散弹。这边怎么走啊 ？CD 留着先喷死了两个，然后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清那个，清那个疯子。妈的，疯子很多哎。那个。他出第一波的时候啊，打到剩最后一只不要杀、啊。是这样没错，问题是你要能撑到那一波呢。重点在于，先把两个处理掉，然后我再上来抢。上吧。
sending one of my people down to take care of that bomb. Cover her ass. 就堵在这打吧，就堵在这打吧，就只能堵在这打，没办法。Listen, I'm sending one of my people down to take care of that bomb. Cover her ass. 哎。把机枪先处理掉。我说别打，别打死他，别打死他，别打死他！前面的别打死，前面的别打死。哎呦！操！我操！打错！就撑着吧，只是十秒而已，还要被他自己杀死！我去！我把影片，这！他在看你，对，他可能打那个人。我在这。掉手榴弹了。杀！好，退兵。Damn it, that was too close. They don't care who they kill to get what they want. Come on up, and I'll meet you in the control center. 再换个狙。这是把技能换回。那马上下面控场怎么办啊？我们下面不好控场哎。我操，那个老黑把我一推走，他直接把我切技能给打了。下面怎么控场？就是下面怎么控场？我们俩在下面打吗？不上去吗？你能先在下面打吧，不然呢？如果我们在上面的话，他们会钻进来。理论上来说，要不两个都上去，不在下面打。我们先上去，等着 get， 哎操！我们直接到上面去，看他会不会，看看他们会不会冲进去，直接去打，去打这货，打那个警察。对啊。先一开始先吸你的火力。重点是后面四个狙比较麻烦。
我靠，他为什么滑下去？那你在哪里？我掉下去了。不知道的。进入了一个另外一个次元，我发现。我跑到土里面了。开外挂，马丁开外挂，我要举报你开外挂了。我操！死翘翘了，去。你在干嘛呢？你在那冲？对，那吸毒啦。好吧。哎呀，这他妈的这个小破屁小屁你想干嘛？嗯？我怎么掉到哈德森停车场？好。那什么？八十人快速旅行，好，那我要重新再跑一次了，对吧？你不是应该在后门吗？为什么老自动拖延迟？没有啊，我被弄到那个什么，就是安全。我弹着的，你别转！我看不到人，从前面跑过去。哇！我要从最前面跑过去。好远啊！有传回安全的那个，好，因为你进 bug 了，因为你开外挂被别 GM 发现了，是什么送回安全的。屁呀、啊，他是那个他那个洞洞，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掉下去，该不记得搞屁。我靠！哎，你面前，你也不看你前面站的是谁啊？这我可救不了。哇，他那大胖穿墙啦 ！NPC 穿墙啦！对啊，他怎么在那边？他怎么在那边？他本来就在那边，是你先跑过去了。我从门口进来就会经过那里啊！靠！他受到伤害，谁敢打他？谁敢欺负大胖子？路途了，你不知道我有爆头伤害提高的吗？啊，后面是狙啊，这狙很难处理啊，怎么办？四个狙。哦，看到了，吓一跳！一个在很多，我靠！后面是有四个狙在看我，和不好处理。因为我看不到他们，我还没掩体。破探照灯，你探照个屁呀、啊！
我呦呦呦呦呦呦。下后你咋是能爬爬爬爬爬的啥你说底下还有那个怪啊在旁边爬爬去啥从哪爬到我这儿吗不是吧他不会爬绳子没有过来我操谁鱼已经在我旁边了鱼已经在我尸体旁边了有一个在你身上我看下面还有一个我先把这个给他吃他的头到底在哪你头到底在哪大哥对还有在你旁边嗯好看然后是外面看的话在旁边然后又来一个混混狙炮就又来一个混混他狙死了混混就是你狙炮就是你还有吧嗯好站脚底下吧看到在打在台底下吧我看不太清楚因为我看到好多黄色的点点呢我只看到一二哦那边一二三三个不是两个就是说只有两个人另外一个点不是Agent, your playmates have a sniper positioned ahead. Keep your eyes open. 打完了我就会复活，是不是？好像要复活你。自动复活？不用了，自动复活啊。OK OK。拉后面来打啊、哦！拉后面，然后你要能爬绳子上来，那是最好。爬到哪里啊？这楼上二楼。前面那个先别去，因为前面那个我现在是血量，那个 boss 是一枪秒我，只要被他打一枪我就死。所以很烦而且后面还有狙先把小怪清我的时装还在前面单调领袖看有没有什么小奴我看到有小奴来了但我不知道 boss 能不能狙到我这样很担心这么远怎么狙到你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真是来个扫描吧 OK OK 有个巨齿像一丝血你看我操直接残血不过是另外一个巨大物闪闪闪闪闪翻滚
操，后面一个椅子给夹飞了。哇哦！那什么东西呀、啊？什么东西？那边有个狙要狙。突然爆炸，那什么？燃烧弹嘛。你这只能怪还是指谁？刚才突然这样爆炸一下，燃烧弹不爆什么？胖子有掉血吗？我皮箱往下面，五十八，还有一只，五十八，哎，闪闪闪，没了，没了，死了，哎，在右，没有啊，在右边啊，有没有底下、啊？在正下方。嗯，是的，在正下方。五十八。出来了，是我80%暴击，肯定从这打到 boss 吗 ？boss 就消失、啊，能看到他，待会就消失。远处放一枪，我把小白引过来。好。能不能先把那疯子，那疯子他 boss 要上来，如果要上来吧。射击水平太差，根本打不动。看干嘛？他干嘛？我好奇这怪想干嘛？在我正下方想干嘛？挡路啊！哎呦我操！别动你！哎呦，动你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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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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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过来了。黑 boss 一枪，看能不能黑到。底下还有三个大胖子。在哪里啊？在他脚底下。看不到吗？三个胖子不动，卡在那个地方。这样吧，我往前推，推到前面那个平台上过去，然后你别出来了，你别能黑得到后，你别露头，我们俩就轮流露头，一人打一轮子弹。然后，但问题是 boss 是秒我的，所以我们只要一起跪就 GG 了。你跑到哪里去了？跑这儿，然后看到我这儿。等一下啊。先去补个子弹，我现在没有狙击子弹。OK。完全没子弹了。你现在在上面吗？对啊，我要追下面人啊！我现在不敢露头超过大概三秒，我只要超过三秒，就很有可能死。你下面有个疯子，这边下面有个疯子。哎呦，我操！果然跪了。大招拉火吗？或者拉火？你在干嘛？哎呦，下不来。过去啊！等一下，等一下。
哦呦呦呦！是，来不及，开太慢。你还不如不开呢。就你后面应该有一个人，貌似。哎！别动作，快走，快走。我靠！他这步伐，他简直各种瞬移啊！我操，他一边闪着子弹，一边开着枪，一边高速移动，是什么技能？你说你这是到底是什么技能？注意，别露头，别露头，别露出去啊 ！boss 在上面，一枪就秒，超恶心！我恨不得堆血了。穿十二级，这个不是 boss 吧？这个不是 boss， 上面的 boss， 包子是狙，直接放那个，先把它放死 ，boss 上面那个，哎，还有雷达呢，等会给一个吧，啊，我这边放 boss 的枪，等一下啊，我那个雷达没满，我操，又来，哦，满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放雷达喽。几个？一个吗？就一个吗？下面还看不到威胁。下面还有，下面还有。我看到了，看到三个。能爬上来吗？可以啊，他我们俩一个人吸引火力，一个人上来的。那、你别被 boss， 别被 boss 去死了，别被 boss 了，露头不要太长时间。啊，那我现在打哪一下啊？好，就这个原因，就这个情况，懂了吧？这叫所谓的露头不要太长时间，别出来，别出来！干嘛你？你别动，你别动。啊！翻过，翻过，翻过。准备去 boss 哦，还是你要去打下面？打下面那个，重点是先把下面冲掉。boss 看了，这边快死了！哎呦，妈的，好恐怖的嘞！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过，可以，可以，可以，爬过去。然后翻进去，翻进去，翻进去。为什么拉不活啊？为什么拉不活？拉不活。我拉不活。啊？我拉不活。拉不活，永远都拉不活。GG了，你放啊！他妈就突然活了，操！
到最边上那个，他打你的时候我狙，他打我的时候你狙，就这样。哎，操！你妹的，他探照灯跑哪去了？他的探照灯看不见了。看得到他，就在那个。再看我，再看我，再看我。他下去了，掉线。他不会又爬上来？又上来了。你真费劲啊！你一开始别下去就行。笨蛋，又逃啊！这才一丝血，一定要是个套。Agent, my people say the threat has been eliminated. I thank you, my guys, thank you, and the people of New York, fucking thank you. I'm on my way back to the base with an escort. Let's talk when you get there. 哎，他都给不弹出来的吗？你要知道是什么。Good job, agent. If they'd blown those floodgates, we would have lost a major supply line. Now Benitez can get back to the security. 这个是打第二次了，第二次就没有了。不可能，是每次都不可能，每次都有精装，每次都有。是啊，肯定有的啦！你翻你包，肯定有东西。我看一下，那不是装甲吗？那是装甲，防弹衣。嗯，哦，你这个枪套什么时候才能刷得出来？我想知道。对啊，防弹衣啊。